该来的还是来了，一赛季零客三皇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强无敌啊！一赛季零客就三皇，你们敢信吗？这位兄弟没有跑去啊，运气不错。3824福迪信息，大家有三战的群里有，也欢迎投稿。看清楚啊，确实这个号啊有证啊，也是这个区。直接看武将吧，我们啥也别说了。哇塞，这个不会直接一赛季组三皇直接打脸吧？啊，飞龙起脸吧？啊，这个啥都别说啊，就这个气势，你就算氪金了也不一定有这种气势啊，强无敌啊！其他武将还有马某、许褚是稀有卡，哇，许褚这么多啊！整体看一下已招募的武将啊，哎，除了刚才看到的还有什么？陈道、吕林奇啊、曹纯、徐某、黄盖，还不错啊！哇，什么叫欧气逼人啊？一赛季零氪直接三皇，飞龙起脸了啊！强无敌，而且组队也是特别合理啊，孙权双突击嘛，刘备这个风声鹤唳，料事如神。我看了一下你的战法啊，可以换御敌加虎豹骑啊，啊，曹操坐守胜气啊，没什么问题。其实非得玩还能玩两队啊，徐缓、许褚、郭淮国家队啊，还有马某、夏侯渊，再来个马腾啊，不挺好的呀？啊，怎么样？关键是这个三皇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哎，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号以后啊，一样的欧气逼人呐、啊。好了，周一到五晚上10点直播，永久免费咖啡价。那么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